Thank you.
逆风少女。今天有很多亲友团，都是大部分都是同学啦。对，等一下，我们还有个团员隐藏在后面，为我们的陈妍希鼓掌。对，然后谢谢大家来，然后应该很多人奇怪为什么我们叫逆风少女，是一我们是少女，二我们每次都逆风，我们不顺风，没有没有，其实是因为我们有颗少女的心。对对对，好，就这样，有点冷。好啦，那就不耽误时间，然后下一首歌是《彩虹与泪水》，这应该是唯一一首比较负面的歌。然后其实就是讲说，都市的男女就是素食的爱情，然后辛辛苦苦的付出一大堆，结果他说：“其实我把你当做妹妹，我把你其实当做哥哥的那种感觉。”对，《彩虹与泪水》。
门旁边有放我们的酷卡还有贴纸，是非常限量，因为本来以为已经发光光了，然后上次表演上宣布说是限量20张哦，结果反而今天我今天早上在家里打扫，发现哎怎么还一大堆啊，所以我就要带一些来，对，就是今天有来的朋友们都可以去那边外面的旁边有柜子可以索取。介绍一下团员好了，然后就是我们贝斯手阿西，然后陈妍希，要不要讲几句话？对，大家好，要签名可以，对，要签名可以排队在这边，好，哈蒂，还有小月。他已经快变僵尸了，你看他僵尸的也不大很久，那一区都是僵尸，超可怕的，没日没夜。好，要换我介绍。耶，海星星，耶。好，有点糗。我看我们这边要讲话，继续唱歌好了，唱歌好像比较好。对，下一首。好，下一首歌是陈时健说的。好，讲一下好了，反正就是。欸、大家都一样啊，就是上班或上课，然后与社会化大魔王对抗，还是要有自己的精神，不管是发生什么事情，不开心的、开心的事，都还是要知道自己在干嘛就好了。对，加油！好，没时间说走。
该有很多是第一次听柠檬小女的，或者是其实要上网试听，可是上网试听通常都不会来的，因为上网络上录得很烂，所以因为这样呢，我们最近很努力要录专辑了，所以请大家敬请期待喽。对，是。然后下一首歌是《三十岁之歌》，然后为什么是《三十岁之歌》呢？其实我们是少女，又十八岁，跟三十岁还有点遥远。明明就三十。哎，什么？不要讲，不要讲，飞踢，给你个飞踢，走开。然后最近想我们的专辑的名字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乱讲，不要。哎呀，哎呀，十八而已啦，你们加太多了。啊，对啊，反正就是三十岁之歌，就是因为就是很多朋友都遇到三十岁大概就是三十岁我不能玩团，三十岁我不能去环游世界，三十岁我不能创业，就是被很多事情给困住，就是会觉得说自己不能干嘛不能干嘛。然后这首歌是要告诉大家，有梦最美，勇敢去追。对，有点 gay bye 啦，不过是柠檬少女的精神是真的，就是逆着风，乘着太阳，然后在人生的大道上。你不要乱讲，去去去，来来来，拖出去。好，三十岁之歌。
谢谢。